江宜店客朋友为着鼓励感情朋友勇敢来画出自我，由以来感情朋友含家属来成立的勇士合唱团，透过音乐凝聚着朋友含家属正向能量，传达关怀，和朋友会当真正展现自我，登上希望的舞台，唱出家己的生命之歌。家己店家病院表示，因为医疗科技日益进步，癌症已经不再是单一治疗的疾病。重要是治疗了后，病人如何重新走出自我，摆脱罹癌的阴霾。而伊也鼓励病人爱加参加健康活动，比如合唱团等等，只有放松心情，才会当有助病情。在勇士合唱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合唱团哈。第一个，它成立的时候，它原始目的是要鼓励自己。再就是鼓励我们的病友，专业的合唱团，他受邀到总统，总统一定会来上去表演过，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功力到什么程度。笑容是最美丽的画面，我想大概会在有时候会等到这些东西。那我想不多说，我们听他们一些表演。一张游人中表示，为着唤起个人对感情议题的重视以及关怀感情朋友家属，家己将家办理看见勇气、听见爱音乐会，借由十一首动人的乐章，透过音乐甲歌声的关怀，将正向能量散布到各个角落。如果有音乐专长，或者是对音乐有热心的感情朋友，欢迎甲家己将家病院社会服务科的社工来联系，做伙加入勇士合唱团。郑先生就来请嘉义县彩虹报灯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济啊，咱着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，等下再去设备呢？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；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废变黄金。